今天要带来欢乐时光怎么过得特别快。我看到点头，谢。向日葵啊，我看向日葵。没有，刚刚有你刚刚你要他问我说向日葵，说我们要唱阴天的向日葵啊。我想说为什么要在那边唱维安的，对不对？大胆跟我点歌，我说你好胆啊，好大胆子啊。好，快点快点快点，那个向日葵故事我刚才讲完，就是我学九门课到现在的容易体验，然后我中了向日葵，那向日葵比我就是我要去送我要毕业的高三学妹，然后那向日葵比她的人还高。然后他就拿着一只比他人还高的向日葵，走在毕业典礼的那个游行队伍里面，然后所有人都说好糗，好丢脸，然后就觉得很爽。好，没事，就那首歌，让我学妹好可怜啊。像这首歌啊，我们也是就做一个改版，但是专辑没有改版，因为还没卖完。专辑里面也有这首歌。今天目前的最后一首歌啊，烧肉，哇哈。